杨梅消防队于昨日夜间约20时接获一件国道1号68.2K 北上车祸救护。救护人员抵达现场时，29岁女性患者躺于中线车道路中央。经救护人员检伤，患者已无生命征象，头部及肢体多处撕裂伤，右大腿骨骨折。经救护人员即开始抢救，家属表示送往年轻医院，到院后宣告不治。